就是 Quick 的反骨显像。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反骨显像。反骨显像它这边其实都有做一个纹路的雕刻，你摸起来它是有一些触感。这是它近距离的一些纹路。那这是一个主卧室，现在都流行比较小一点的主卧室。对，然后这边今天有很多复古的门。这个是蛮凌乱的更衣间。然后这边是书房。那这样整体搭配起来是很漂亮，还有特别的百叶窗、书柜，那加上反骨显像。那这边是吧台，我在录影。这里是客厅，那这是客厅的电视柜。比较特别的是这边，这里是那个木桌那边直接收下来，所以这边地板是没有收边的，直接坐进去。然后这个是反骨显像。